不要告诉侯友宜市长，不要担心，韩国瑜来到这里，人也来了，心也来了。放下过去心结，大方示爱。前高雄市长韩国瑜狂帮侯友宜站台。就在侯友宜无法嫁给柯文哲之后，侯韩配想起结婚进行曲。如果侯柯配配不了，侯韩配应该是很自然的选项。党内立委帮腔点名下一站幸福，传出十月份柯韩密会时，韩国瑜当面向柯文哲透露，如果没有侯柯配，最后就是侯韩配。韩国瑜办公室发声明没多谈侯韩配，仅强调这句话并非事实，要外界请勿以讹传讹。你如果愿意做副手，韩侯怎么会不要？可是你真的会想要让一个人随时都光芒盖过你吗？国瑜是我的老朋友，我对他的很多的衷心的信念，我们的想法都是一致的，我们会一起加油努力。朱立伦曾当面邀请韩国瑜担任国民党副主席，赵少康则建议名列不分区立委冲政党票。你要尊重他，如果你连一个基本的尊重都没有，你还想要拿什么他的各种选票跟支持吗？那也太过分了吧，这个是我会觉得消费得太离谱了。那个男人韩国瑜2024屡屡被点名，为蓝白合再添柴火。镜新闻综合报道。